目前呢，哈尔滨的走私情况大多是利用港口和码头为抗联还有一些反日组织运送武器和医药，所以我们准备成立一个水上缉私队。考虑到你在税警团的工作经历，所以呢，我认为这个缉私队队长的职位你是最佳人选。 吴副大佐，如果要跟你们合作，我也想明白了，不是不可以。我想，能不能答应我两个条件？说。第一，我不想伤害我自己的同胞。第二呢，到了缉私队，除了缉私的工作，我不想干其他的事。 理解，我想这个缉私队队长的职位最符合你这两个条件了。李桑，我把这个工作交给你，你有什么打算吗？暂时呢，我也没有想好，但是我想不能像以前那样去干，光是巡逻抓捕，我想那是常规的。 而且堵不住走私的源头。我如果要做呢，我就想从情报入手，顺藤摸瓜，这样呢，能堵住走私的源头。但是我还没有想好。看来，大岛将军真是没有看错人呐。李桑，还有什么其他的条件？没有了。我想，我先在工业大学教一阵书。 顺便准备一下缉私的工作，然后再上任。什么时候上任，你提前通知我。啊，至于俸禄能有多少？哼，<笑>好，这个我们会认真考虑。谢谢幕府大佐。不客气，宋部长。 好像特务处那边对他还有动作，这个待遇都胡闹他。你去告他，他要是坏了我的计划，我让他下台。是，我这就去办。等等，你别去说了，我去给孙夫人打电话吧。是，只有孙夫人才能治得了。
动筷子，这是咱们南京的豆豉鲮鱼，来吃，动筷子。吃。来碰一个。组长，别喝太多。哎，组长，别喝太多。什么多不多？这点酒。你说，戴局长，一会儿让咱们杀，一会儿又不杀，他到底什么意思？就是。咱别管他什么意思了。戴局长既然让我们终止刺杀李道仁，那就是给我们台阶下。什么台阶啊？咱们死去的弟兄就白死了吗？啊！你看看现在坐了几个人，现在就剩你们仨了。涛，兄弟们都知道你们有多好，其实兄弟们心里也很难受。可是军令如山，小勇，我问你，你跟着我后悔吗？不后悔。你呢？不后悔。当然不后悔，这辈子我一直跟着头了。来，碗里的酒，为咱们死去的弟兄，还有咱们南京见。南京见。这个是白，不是百啊，白。白日依山尽。白日依山尽。嗯，黄河入海流。黄河入海流。哎，欲穷千里目。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更上一层楼。这后两句的意思呢，嗯，就是说，想要看到更远的地方，嗯，你得啊，站到更高的地方。哎，是李白写的吗？不是李白写的。是王之涣，说一遍，王之涣。啊，你呢？读两遍，你先把它记下来，然后我再给你讲一讲每个字的意思，好不好？好，来，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宋先生，都追到哈尔滨了，算这次三次了吧？是的。是戴笠让你干的，嗯？咱们都是为党国服务的，井水不犯河水，为什么下黑手？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是我的本分。我今天可以叫你结束你的任务。我已经接到命令，让我结束暗杀行动，回南京复命了。那你为什么还要来？我想知道你到底是什么人。戴局长要暗杀你，宋部长却要重用你，日本人要保护你。就在昨天晚上，我已经接到命令，让我撤回南京，停止暗杀。没错，我是要执行命令，可是我这几个弟兄不能就这么白白死了。有些事情，你还是不知道为好。
认识这把枪吗？宋部长的枪，你想说明什么？我想说明的是，刀连俊，谁来了？啊，梅子，一个亲戚，这是我老婆，梅子，你叫三嫂。啊，三嫂，你好。你好，你们进屋里说吧。好的，马上进去。嗯，走吧，去看看你三嫂。啊，妹子。嫂子。请用茶。谢谢嫂子。好，哎，妹子。我的这个弟弟呢，着急来看我，没有吃晚饭，你给他弄点吃的啊。好，你没事，不用客气。辛苦嫂子了。不。是这样啊，我查过了，现在日本人呢戒备森严，只有后天有一艘从天津开过来的船到上海，我可以把你混进去。到了上海，你有办法吗？到了上海就好办了，你放心吧，我自有安排。还有，走了之后就不要再回来了。特高科现在盯你盯得很紧。嗯。对了，还有件事儿，我想问你。你说。戴局长。向日本人妥协是不应该的。不过你想一想，如果你出去，不一定为日本人做事；如果你不出去，你是什么事儿都做不了。其实，不合作也能出去，比如说大病一场。今天几点放风啊？老赵，起来了。老赵，老赵，老赵。你不舒服啊，老赵？老赵，你哪儿不舒服啊？老赵，老赵，你不舒服，哪儿不舒服啊？你，这怎么了？长官，快快叫医生！喊什么喊？别喊！快快，这有病人，你赶紧叫医生去！快！老赵，老赵，叫医生吧，你定住。大夫，麻烦你这还不来？你催一下，催一下！医生来了没有啊？医生，老赵，医生，快点，来看看，来来来，医生，来看一下。
恭敬不如从命，谢谢大岛将军。看来李军还真是一个聪明人呢。啊，李桑，大岛将军每天看到你坐黄包车上下班，非常辛苦，所以特地给你安排了一个专车。谢谢大岛将军，以后的工作我一定会尽职尽责。幕府君，好了，叫司机明天准时接送李军上下班。是。那我就告辞了。岛仁君，恭喜你，终于为帝国服务了。谢谢谢谢，这不也是你一直所希望的吗？啊，我这不是也为你好吗？当了缉私队长，总比你那个教书的教授强多了。再说，我们有做事方便多了。岛仁君，我们出来不就是为了钱吗？难道把赚钱的机会让给别人？钱是要赚的，但是要分怎么赚。我现在还没上任呢，你就想着赚钱，是不是有点早啊？啊！我明白，我明白。你新官上任，你先好好干，我不给你添麻烦。但是我要提醒你，水面上很复杂，你要小心呢。谢谢你的提醒。好，过几天我带你去俱乐部。给你介绍几个人，你要认识认识。好啊，来，我们以茶代酒，心想事成。好。你怎么又在听外汇广播啊？最近啊，金融市场不太好，钱毛得厉害。你还是这个习惯。学过嘛，有些习惯人是不容易改的，就像你老给我熨衣服啊。来，你的新制服烫好了，我们早点休息吧，你明天还要早起。好，我马上就过去啊。大佐，讲。目前办公室的条件也只能是这个样子。不过没什么，如果李队长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说，不必客气。幕府大佐，让你费心了。李队长客气了。一会儿我让所有人都到会议室集合。正好你跟他们见见面，给他们训训话。训话就不必了，我呢，先了解了解情况啊。报告。队长你好，我是缉私队的副官，我叫杨克。
这里有我缉私队所有队员名单，还有最近三个月的缉私档案，请您过目。要没有别的事，我就先出去了。哎，让所有人到会议室集合，听李队长训话。是。那，你先忙，我回去了。哟，我送送你。看到，那就是咱们新来的头儿，前面那个是特高科的幕户大佐。这队长什么来路？什么来路？说出来吓你一跳。人家可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又在美国西点军校学的军事情报。来咱们这儿之前，人家是南京的任税警团的参谋长。怪不得。那他和日本人什么关系？日本？这你们不知道了吧？他老婆的哥哥是日本海军军需处处长，叫岸信一。你说他和日本人什么关系？原来是大舅哥的路子。这以后咱缉私队有好戏看了。以后各自都小心一点吧。幕府大佐，您坐。事已至此，李道人成功地完成了身份的蜕变。今后他在收集情报、出入重要场所的行动中，便多了一份机会和资源。同时，他也深知走到了这一步，伴随而来的还有比原来更大的风险。他已置身于毫无退路的险境。从今天开始，他每天都要与幕户、暗信，甚至是大岛展开直接的较量，所言所行都必须谨慎再谨慎。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更会有想象不到的巨大困难。想到这里，李道人压力如山。当务之急，他要思考怎样在保证赵学清安全的同时，让他进入敌人的假地制造点，摸清情况。大哥到了。大哥，来吧。这次给你准备点干粮，路上注意安全。好。坚持一下啊，一天一夜就到上海了，咱们有机会再见。晚上休息的还好吗？我不用你管。啊，这药是你晚上服的药，一定要记得服。去，这是对你身体有帮助。我不需要，你出去吧。病人脾气很大，也不愿意接受治疗。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他的心脏……你先去吧。赵老先生，你这么做对你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的。希望以后的态度不要这么强硬。
年纪也不小了，一个人没事儿，躺在病床上好好的考虑考虑，啊！我要见女儿。你说什么？我要见我女儿。你女儿？她在哪里？她在工业大学读书，叫赵媛，我想见到她。张老先生，你放心，我马上让你见到女儿，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必须跟我们合作。马上去工业大学把那个赵媛找过来，记住，不许胡来。是。赵媛在哪里？你们谁是他的老师？他是我的学生。他现在人在哪里？他今天没来。那你知道他家在哪儿吗？知道。那你带我们去他家找一趟，走。是这儿吗？是这儿，这就是他家。来了，你们要找谁？哎，你们要找谁？少爷，大少爷，咋的了？这是不是干啥呀？干啥呀？这是不是你们怎么私闯民宅呀？你们赵媛呢？赵媛，找赵媛干啥呀？没你什么事儿，你就是赵媛吧？是，张老师，赵媛，他们来学校找你，找我？对，你可以回去了。你跟我们走一趟。我凭什么跟你们走啊？对呀，他跟你们干啥去？去了你就知道了。你不说清楚，我是不会跟你们走的。妹子，咱不跟他们去。你的父亲赵学清就在陆军医院。说是要见你一面，幕府大佐吩咐让你去一趟。我说的够明白了，走吧。我父亲在陆军医院。对，我也去。不行，幕府大佐只吩咐让赵媛小姐一个人过去。不是，那是我爹，我这当儿子，我看看我爹的咋还不行了呢？不行就不行，我说最后一次，幕府大佐只让赵媛小姐一个人过去。哥，先见到父亲要紧，他们应该不会对我怎么样。你在家等着，我去一趟。那你小心点啊！走吧。
用意。你还能找到他吗？爸爸想见见他。可以，不过他现在已经不在学校了。再说了，这是日本人的医院，到处都是日本宪兵，他也不方便进来呀。再拖下去，我再回范景院可就出不来了。爸，这样，你别着急，我来想办法。啊！你好，赵媛小姐。你不认识我了吗？我们见过面的。是啊，你不是经常去听李老师讲课吗？看来我们还是很有缘分的，嗯，希望赵小姐能够劝劝你父亲，让他早日跟我们合作，这样拖下去，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我爸爸的事，让他自己做决定吧。可是你们这样对待一个老人，是很不道德的。爸爸，快请你们医生来，我父亲需要治疗。请医生来。爸爸，你一定要好起来。老板，上次我订的旗袍到了吗？到了，到了。阿芳，把那件紫花的旗袍拿过来。哎，礼物是吧？我父亲有消息了，今天早上有日本人来我家，说我父亲在他们的陆军医院接受治疗，我赶紧去见了父亲。我父亲说他要见李道仁同志。你听我说啊，事情是这样的，李道仁同志他故意的不和日本人合作，他还安排老魏把那个安心逸在码头的走私活动给破坏了，这逼着这个财迷呢和他妹夫联手挣钱，李道仁同志就是不同意，那安心逸就赶快让那个幕后啊把李道仁同志给抓到了反省院，这下正合了李道仁的心意，他就进到反省院之后呢，和你父亲见面，让你父亲装病，这样呢，我们就能把你父亲给救出来了。原来是这样，我怎么没想到呢？其实我也没想到，李道仁这步棋走得非常的高明。那现在怎么办啊？李道仁同志已经去缉私队上班了，我怎么联系他呀？你不是他的学生吗？你还是可以用学生的身份和他联系。但是一定要加倍小心。好，对了，我今天在医院见到那个叫木户的日本人，我父亲现在看押在他手上，他以前经常到我们学校来，还到我们班听过李道仁同志讲课呢。哦，那倒没什么，如果他见过李道仁，就说明李道仁的身份没有暴露。好，那我尽快联系他。好，可是你一定要小心。喂，师母，我们学校有点事儿，我想找一下李老师。啊，好，你稍等。道兰君，你的学长打来的电话。喂，哪位？李老师，我是赵媛。哦，是这样的，我父亲现在有消息了，他在日本人的陆军医院。今天早上有宪兵到我家来，说我父亲在医院要见我。我赶到医院一看，我父亲很虚弱，他说让我赶紧来找你，说你在反省院的时候给他暗示，
让他装病走出反省院，他现在已经出来了，可是本人看得很紧，他想尽快和你见上面。好，那日本人让他干什么？没说，不过有个叫木户的，就是前段时间经常到学校听你讲课的那个日本人，他说让我劝劝父亲和他们合作。你这样啊，我去呢现在不大合适啊，争取啊我们先知道他们要合作什么，然后我们再制定下一步的办法。好，我知道了，我明天还会去医院看我父亲，我会想办法的。嗯，一定要小心，不要太着急，有事情呢我们随时联系。好，李老师再见。再见。没事，家里啊出了点事情，不过没关系，我们休息。嗯。